马来西亚食物展览会是长怎么样的呢？走，让小声带你去看看。马来西亚展览厅大多数都会在商场里面，而今天我来到的是位于吉隆坡的古中城美家广场的展览厅 MVEC 举办的美食展。在入境之前需要做好一些防疫措施，包含了消毒、量体温及扫描 MySuggestor QR 码才可以入境展览厅。在这个美食展，有超过500家美食公司在这里展览，各式各样、世界各地吃的、喝的，甚至银行信用卡都在里面招待。除此之外，美食展卖的美食都会比外头卖的还要便宜好几倍，还有很多没看过的，甚至是新品都会出现在那里哦。因为靠近农历新年的关系，这次的美食展也有卖一些年饼年货，所以挺有过年气氛。那不是我不跟你说哈，马来西亚还有庆祝农历新年，甚至商场都会装饰农历新年的风格。有机会带你们体验马来西亚农历新年的气氛吧。